解脱一千八百下，处境界五欲，下染着心七百百下，受气念思维，发无量智慧，断三界，见思现烦恼，百下无明，正罗汉果，转明不解脱。啊，咱一段时间一直都伫讲四体十二缘啊，咱经过爱了解哦，十二缘从一念无明心，就一直呢十二缘啊，缘到老死有依苦乐，不断安尼轮回，不断安尼无明，也是不断安尼有悲苦乐，生老病死，人间啊，就是安尼过一生，过无量无数劫。这无量数劫以来，都是安尼不断轮转啊，苦也是无苦呢，真是苦不堪。因为无数以来，这个生命都是安尼不断地咧轮转，这生死佛陀智慧透彻了解，要来向咱讲啊，安怎样才会当安尼解脱生死轮回，从不得自己随业牵引，一直到安怎样会当，搁再幻灭倒转来，一切由我自己来主宰人间。这主宰就是由我家己来，不是呢，由不得自己，安尼随着业力转，由我家己来，就亲像菩萨来人间呐，是为着要救度众生，是以觉性不忍众生苦，以来的目的就是救度众生，也得要救度众生，必定要回归自我的觉性啊！咱若是还有无明啊，永远呢都无法度回归自己清净的觉性。所以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啊，就是教育咱要安怎回归，要安怎解脱啦，由不得自己啊，这个无明，才需要解脱的这十二因缘啊，这叫做幻灭门，搁再幻倒转来，
过去是由无明啊，你甲咱牵引，起码呢，咱都爱甲伊灭掉去，灭掉这个语言呐，无明来演这个形，咱日常的生活中，都是伫无明中啊，演着这个无明啊，伫咧行动，所以。因无明来行动，所做作的呢，十有八九都是错误啦。咱的观念思维呢，啊，多数拢是错误。这就是咱的人生，这个无明，安尼沿着行啊，咱一切的行为的错误。要安怎样，才会当毁灭倒转去，将迄个忧悲苦恼呢，那向上再去灭，灭掉忧，那忧爱去灭，因为有爱，啊，就是爱啦。啊，爱就是因为感受来呀，这安呢，搁在往上啊，一去改变，一直到迄个无明源头，那么改灭掉迄个无明啊，才有法度回归咱清净本性。这个时阵，才叫做解脱。八开团，亦称呢八背下，这八背下，咱日常的生活中，咱拢随着这个五欲、金、钱呐、金，咱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这个金啊，向外面去延，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等等啊，咱的起意，这就是有染啊，这就是去给染着啦，这是欲。一种心，咱日常的生活所接触的一切，拢是有染着的呀。也咱即马就是要爱去体会，要安怎样来灭掉这个有染着这种的俗根尘。所接触，从接触的感受，即生着染着的爱，啊，去造作种种有的业力，安尼，咱来生啊死啊，即呢就是有染着，又不得自己，咱了解啦。修行啦，唔通去受这个物件所染着。修行真简单啦，生活也真简单啦。佛世的时，三依一钵，有够啊啦。安尼呢，都会当度过一世人。一世人好好修行，一世人不修，生活不甲咱污染，这已经是伫咧修行。所以咱了解三界啊，欲界咱去除啦，在种种的欲，咱去除啦，色界。无色界，
对这个欲爱已经看淡了，所以这叫做净戒五欲。这个五欲呢，拢该净化掉去啦。这念弥会搁再详细解说哦。那下染着心，起不回下，咱爱去甲伊下底。这个染着啊，咱人人啊无明，一生起来贪嗔痴，骄慢怀疑，这就是咱人间啊，由不得自己的习气。咱即马拢总爱一一改下去啦，下去了人间一切，这个习气的染着，咱爱用心来持。不会下，不会下，就是啊，已经各家的世俗这种的习气，咱一一呢，拢该去掉啦，该背向背，就亲像爹娘讲，皈佛教的皈依呀，那就是。凡夫归背，凡夫所向的呢，那就是欲。咱这当阵已经了解啦，凡夫的贪嗔痴啊，一切的这个欲念升起了贪嗔痴、骄慢、怀疑等等的习气，咱今嘛呢，该换。回来，这叫做背下，甲这款诶烦恼无明啊，安尼该违背过去，唔通阁随着烦恼无明，安尼入着一件，那该背过来，反背过来。唔通阁随顺烦恼无明去，咱去下，咱反倒转来呢，那就是光明清净结别这个道路，这就是爱持下去，才染着心嘛。来持这个不背下，那叫做不解脱啦。咱爱修，好好修持呀。咱爱下念思维，对的代志，咱爱坚持呀。过去的错误习气呢，咱爱改弃下。阿弥呢？咱来时时发无量地，咱若会当阿弥这种的无量智慧啦，就产生起来。常常讲啊，少一分的无明，减掉一分的无明，就加一分的智慧。咱的慧命呢？爱从这个无聊中啊，咱所修的法修入来，那咱都唔通阁会漏掉去，因为呢，咱念念不忘所听入来的法啦，这叫做修下念思维，咱来定定下念，定定思维，这个法。不离心，咱才袂定定。伫这个五欲的内底起贪心，起嗔恚心，起痴念，起骄
万怀疑的心，真的，咱拢爱一一该放下，那好好体谅，那咱才有法度发无量智慧，爱发心修习这个无量的智慧，咱才会当断三界。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过去一段一直伫咧讲三界，咱应该爱去会记，所以断了三界呢，即见思血的烦恼，咱伫三界呀，最严重的是欲界，那到色界呢，即、这个。药啊，已经减轻去了，但是呢，也阁有思想中的爱，那敢那伫思想里，那到个无色界啦，它完全呢，就是敢那伫迄个消分的烦恼也未去的，所以这。断三界见思血烦恼，那么背下无明啊，正罗汉果，这些声闻缘觉，一定爱修的过程，也就是修行者呢，一定爱修。啊，遮个法啦，咱若无受遮个法呢，十二因缘呐，不断延续落去呢，因缘呐，咱就是由不得自己受业牵引呐，安尼呢，生死难料吼，因缘就是安尼，所以咱必定呢。将这个解脱的法门呐、啊，爱好好用心，所以背下无明正罗汉果啦，这不解脱呢，那也就是不背下，能弃敌，这无明烦恼，所以明叫做解脱，叫做不。解脱，这修行呀，就是阿弥啦。佛陀在世的时呀，有一位叫做结婆比丘，有一天来问佛陀啊，佛一定呢，都是希望众生的心嘛，爱得善解脱。世尊啊，因何比丘心得善解脱呢？到底是要安怎才会当得到善解脱啦？安尼来问佛啊，那佛陀呢真欢喜啊，结婆呢有教法啊，修入心啦、啊，无真清楚呢。会晓问啦，这就是表示呢，法有在心中，无清楚才会晓问啊。所以佛陀真欢喜呀，就讲真好，会晓安尼问啦，我赶紧甲你讲啊，结婆啊，你应该呢爱好好。观观自照，不断思维，好好去看，看咱家己的心，观察咱家己的心呐、啊。咱的六根呢，对着外面呢，形形色色啦、啊，一切的事物，你好好用心观察，甚至呢。也个观察呢，伫过去呀、啊，
或者是过去，或者是未来，或者是现在，或者是咱的内心啦、咱的辛苦啊，你爱好好观察吼，那好好去想啊，你那会当好好去想，那那会当去了解体会啦，了后你就会去发现到。你安怎样呢？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啊，受想行识，从内外的事物观察，一直到观察到咱家己的内心啊，也要观心不净。那么，在这个日常互相接触的呢？还是回归到会当体会到无常啊，在这个无常观呢，去了解呢这个识，咱的意识，在这个无常中，将内外一切观察啊，真幼细、真粗、真细、真慢。啊，等等，这个物件，心安尼一直延过来，咱就知影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拢是真多的无常。咱的心嘛无常，安尼不断沿着外境、内外境界，那粗的、幼的、碎的、歹的，等等啦，这一切。敢唔就是无常啊？回归伫这个意识里，色、爱、等等、受、想、行、识啊，拢总呢去家体会啦。这那会晓体会这个代志，安尼呢就是叫做心性解脱。了解无？佛陀呢一连串啊，甲伊讲遮呢正多，咱日常生活从外面的境界，一直去思维观想，一直到咱家己的身心境界，等等，一直到意识，一直到接触到迄个修甲。爱等等啊，这些代志，那拢总了解，一切都是无常，安尼修纳落来，所造作呢，你那会当透彻了解，这叫做心性解脱。诸位，咱是不是心性解脱了呢？不解脱，干那八项啊？咱了解咧，外面咧，迄、那个五欲啊，啊，遐个染重咧，咱有气滴也未？三界咧，见思行，咱到底咧有清楚也未？干那这么正简单，咱清楚无？佛陀向结菩萨讲咧。世间形形色色，一直到咱家己的身心，这拢总共款啊，无不都是呢。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啊，安尼呢，伫咧演啊，才会境界。所以咱爱好好用心呐、啊，那会当了解呢，咱才有法度呢。幻灭吼，灭这个缘呐、啊，从无明一直缘落来，到老病死，又被苦恼，再过再由不得自己呢，待业再来，亲像安尼一连串呐、啊，要安怎过再回归幻灭倒转去？灭尽了一切，才无明烦恼。这
但都爱真用心去思维啦。前面呢经文安尼讲，佛以天人大众之中说是法时，六百万亿哪有他人？真侪人啦，以不受一切法果，已经是背下掉了遐个无明又染着的欲望，而以自了心的解脱，解得清妙禅定啊，了自了心嘛，已经呢解脱啦啦，遐个了啦烦恼无明，拢总得到解脱啦，所以呢。解得清妙禅定，咱也读到这段文，咱对八背下会更搁较清楚哦。接落来呢，都讲三明六通，既不解脱，不解脱就是八背下。再接落来讲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。说法时，千万亿恒河沙，哪有他的众生？三明六通啊，既不解脱。三明六通就是阿罗汉所具之德，因为呢，因已经呢修啊。收去了过去一切，这三明六通，三明六通啊，也过会记哩无？三明是色明明啊，那也天眼明六尽明啊，这呢，大家人应该拢会记哩咯。这过去啦，咱拢总一直讲过，也解释过啦。天眼明呢，是明白自己，或是他人一切未来世事，这叫做天眼明。咱已经真清楚啦，佛法呢听则好啊。应该了解啊，了解自己，或是他人呢？那未来的代志，宿命命，因为咱知影过去是啥物业吧？咱来到今生出世，咱应该清楚，唔免怨叹呐。咱过去呢？就是做安尼的业，结安尼的缘啊，所以咱带来今生出世是好命，是歹命。那人生呢，是过得快乐自在，或者过得呢一世人受苦烦恼不断呐，真呢。拢是过去生所造作的因缘呐，咱知影过去是安尼，所以咱今生免怨叹啊，咱一世人呢，会当再当着佛啦，佛法呢，会当入咱的心，咱了解啦，那所有。过去呢，一样，咱应该爱断呐，爱尽呐，远消三种诸烦恼。过去所做作，今生的障碍，咱爱好好呢，用心啊，啊，欠债行债啦，人甲咱障碍呢，咱都爱
用什么款的修行的方法来回报伊呢？有人对咱安怎？咱敢谈搁再骄傲呢？有佛法伫咱的身边，咱敢谈搁怀疑呢？咱明记知影，贪嗔痴唔通有。那咱的控告骄傲的心，敢谈搁存着呢？因为呢，人对咱不满，就是咱太控告啦，咱太骄傲啦。咱家己呢，爱好好放下身段来，安怎样去跟人结好缘呐？贪嗔痴呢，常常咧讲，知影啦，但是呢，控告骄傲啊，咱常常不知觉中啊，有时阵呢，对人讲话。就是无客气啊，恶言恶语啊，咱修行干毋是爱乱言善语呢？确实，咱即项拢定定无有去注意着，所以定定太多啦，或者是呢语言呐，定定伫咧得罪人，即个在重心呐。结无好的缘，这拢伫不知觉中啊！这是咱的心眼不明白，咱就是一个有无明伫咧。天眼明，天眼就是心眼呐。咱家己的心眼呢，观念嘛，一个对家己无清楚，对别人也无清楚，别人有习气。咱嘛是同款有习气啊，别人会当无修行，咱袂当无修行啊。所以咱爱知己知彼，知彼爱知己，因为咱是修行者，所以咱爱家己爱明白啊。咱嘛都爱明白他人啊，别人的习气是安尼，咱是修行。是不是？哎呀，如何先改变家己的习气，才有法度呢？去改变他人。所以，这就是明白未来世事。这世人你哪会改结无好缘？来世人都是安尼啦。所以，爱修行，修行呢，爱了真明啊。六尽呐，那就是，那爱好好修行啊！希望咱会当接近菩萨，行菩萨道，行菩萨道呢，才会当接近回归如来的本性，断除一切的烦恼，安尼才会当真正呢，站伫这个角。道的面顶啊，断尽一切烦恼，就是爱接近呐，接近菩萨，接近佛所教化，咱来身体力行，才有法度断除安尼这个六尽明吼，那一切六尽呐，这就是。咱的宿命明，天眼明，六尽明，这呢才会当到阿罗汉吼，在阿罗汉呢叫做三明，在佛啦、啊、就是叫做三达吼，六通三达，这是佛陀伊的境界。啊，那阿罗汉呢，就是到个明灭啦，但是呢，也未通达吼、哦。这教佛的境界呢，那就是通达啦。前面咱啊已经详细解释过，再发呢一段时间有解释吼、哦。呀，六通呢，
那就是三圣圣者所得的神通，是天眼通，也嘛是天眼明啦。那故天理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心足通、六尽通。现在要天理通呢，是真简单哦。你看，靠这个科技啦，都有法度呢。那将这个所在传到西部，传到全球，无有秒差。所以天理通，佛陀的时代，已经呢，都体会到这种人间啊，三理四相，物理、生理、心理啊，一切呢，拢总呢，透彻了解，从这个物理呢，形态啦，安怎样汇合，安怎样该分开啊，分开一切，该空啦，汇合呢，一切该应吼，这些佛陀的觉吼，他的觉悟宇宙之间呐。他心通呢，哎呀，都爱到佛的境界啦。也那无呢，都、就是爱修行、修教，真真正正，哎，迄、那个智慧，你伫咧想啥个，我了解。但是咱现在凡夫啊，就无办法了解了吼。那不过现在的医疗呢？也可以啊，有一种的睡眠术啊，让你睡去，那让你自己说出了你心在想什么，那这呢，现在的科技慢慢接近了，接下来呢，宿命通也是宿命明啦，知道呢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啦。会当了解心足通啊，这个心足通呢，这现在啦，到底是你来我去呢？一段时间啊，达刚达刚都伫咧讲尼泊尔，伊转来我去，真呢，这些靠现在的科技呀，啊，看伊会到。听伊的声会到，这呢，敢毋是就是心足通呢？千万里之遥啦，来去呢瞬间就到位啦。这就是佛陀的觉性吼通达啦，那六尽通也是叫做六尽明啦。这拢总叫做六通吼，三明六通呐，不解脱呢，都只大概讲过去啦，也叫做不背下。处净洁我欲着心，真呢？咱凡夫也个污染的我欲占为己有啦。但是呢，咱现在拢要甲下去，不只是无有这种欲念占有心。连思想中啦，咱嘛无有想要去爱，那咱这个思想啊，那连这个物件，咱都无起着爱的心吼，迄、那个
感受起着，你若感受起着爱，那自然就会去起吼，那就有啊，这个、有感受就有爱，那就会去起，就会去有，安尼不断不断呐、啊，所以连这种呢，诶，触、受、爱、起、有。这款的观念都拢总无啦，所以叫做净结五欲着心。这个五欲不着的这个心，完全下啦，下才会净结五欲着心，那就是色界。那虽然啦有这的物质形式。但是呢，连这的心都无接到啊，都无啊，拢总该弃下，所以已经呢发无了智慧啦。咱这个心，咱的无了智慧呢，已经啊开始呢，已经成长起来。自然，咱就会当断三界见思行。拢完全真啊！那见思行真叫做无了，无了的智慧。有了无了的智慧呢，自然就会当断除三界的见思行，完全真。自然呐、啊，就证阿罗汉果，声闻缘觉的果位吼。那这叫做不解脱，这已经背下无明了后呢，咱得到解脱啦。我再一遍清楚来解释，净结五欲，意思就是讲欲欲界的色声香味触这。是初辈的五欲，这真粗啦！讲的都知影，你贪色，看到物件就想要去吃，啊，闻到味就想要口欲，想要吃，这拢真粗的物件吼。那这种欲界凡夫，这个欲啊，初辈。人讲过，贫穷子譬如啦，中者呢，伊把迄个珍珠、璎珞、宝贝啥个舍弃，那么丢弃了迄个五谷的衫，去接近呢伊的囝，那就是在佛的境界啊，伊呢安尼再来人间呐。甲人间同款的生活，人间同款的，就是有这个五欲。迄、那个贫穷子就是贪着伫五欲的内底，那老爸就是要过去找囝转来，就是爱甲囝同款的路行，才会当找着囝转来啊，同款的道理啦。所以这。五欲色声香味触啊，这拢是初辈五欲，在名为不净。伫这个人间呐、啊，这五欲都是不净呐、啊。所以色界那是色界无色界，而这个色声香味触，那是洁净的五欲，因为就是这个。物件因无需要啦，这个欲念啊，男女之间的欲，通通都拢总无需要了吼。所以这叫做洁净。但是修行啊，连这个洁净的五欲啊，都甲背下，都无爱啊吼。啊，连这个思想嘛无咯。所以这叫做净洁下，这个净洁。我欲着的心，就拢该下去吼。那无了智慧，那就是
日升顶，日升升闻缘觉吼，那就是有这个智慧啦，断除邪业，不流落生死。因为有这个智慧啊，所以一断除呢，迄个见思邪，无去互伊漏掉迄个智慧。自然呢，都袂去留吼，这个留啦，这个留呢，就是一切烦恼，无有一切烦恼啦，自然呢，都袂落来这个生死的吼，就是无有无明啊，安尼呢，互咱堕落伫生死中啦，无为着无明，甲咱诱来生死的。所以三界呢，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这大家真清楚了。那第二、第三、第四说法是。意思就是讲大通智性佛说法，从第一次开始转法轮呐，都已经呢有千万亿的人来了吼，何况呢无数一二三四，表示呢是无数次啦，从初次转法轮。开始啦，就一直呢无所处啊，不断说法吼、哦，所以其数量之多啦，就譬如千万亿恒河沙数之多，这些闻法的人、听法的人，都愈来愈多，说法无所处的说法。会当听到法的人呢，愈来愈多，所以叫做二三四处，表示真多开始呢，不断地咧说法。听法的人呢，就千万亿恒河沙，那有他就是无数啦，真多的众生吼，所以。初说四体十二缘法时，就已经有六百万亿，哪有他说法的时吼？闻法定悟者，这个愈来愈多，从第一次开始说法，都有六百万亿，哪有他？何况呢？无数处不断不断说吼，那就亲像咱开始讲法华经如是我闻，迄一天开始，一直到现在呢，天天呐、啊，逐天安尼伫咧讲，那逐天讲啊，逐天听，逐天都是愈来愈增加同款的意思吼。所以啊，听法的人都愈来愈多啦。那学佛啊，说法啊，就是从佛陀开始。佛陀呢，是说法啦，就是从过去无量劫的以前，偌久啊，大通智性佛的时代。大通智性佛的时代呢，到底又是过偌久啊？顶点劫，顶点劫吧，这顶点顶就是恒河沙啊。过去呢，有一位法师，这老法师啦，
去过了印度，去到印度啊，当然伊就会去行迄个恒河沙。啊，行恒河沙呢，伊就去改修恒河沙去提顿啊。伊就用迄个罐啊，细细只的罐啊，啊，就带一罐啊的恒河沙，就甲我讲，我去过印度，佛的出生地。我行过了恒河，我伫迄个所在，就是带一挂沙转来。那我嘛送你一罐沙，好，我摕到迄罐的沙啦。心就想，这罐沙呢，这细罐啊，我若要来一一解算啊，啊，哪有法度啊？根本都无法度。迄、那个沙是遐呢油啊，要安怎去算起呢？干那镜头啊，安尼解染起来，安尼解打伫迄个沙，掉伫镜头啊，安尼遮个沙我都无在调算，我要安怎去算迄罐细支罐啊内底个沙呢？但是。佛陀的譬如啦，是定沙劫。佛经的内底呢，拢是用定沙劫吼。那一定一沙一劫，就是啊，一个定就是细细按精油的土沙粉呐，这甲土沙定。就是比沙搁较油，叫做沉。沉，亲像咱椅仔桌啊，或者是那几工你若无甲擦啊，那你手来甲摸一下呢啊，桌啊一粉，那都是有迄个沉起来，迄叫做沉。沙比沉较粗一点嘛，所以这就是要用这个沉沙来譬如数字啦，实在是无法度。所以呢，才讲若算数，若算数，地主数不能尽。所以这些佛陀就要甲咱讲，咱。人人本具佛性，从无所劫、定沙劫的以前，大通地性佛，人人本具，人人以大通地性佛啊，大通地性佛通咱现在的凡夫，凡夫心通大通地性佛的心。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这么真多的法啦，到底咱要对倒位学起呢？那亲像讲不解脱，不解脱，咱若会当透彻了解不背下无明，完全个背掉吼气地，那安尼呢，咱就翻灭门啦。就会当回归倒转来教佛清净的本性。那咱若好好用心啦，修行是伫日常生活中无虾米困难，只要咱爱时时好好多用心啦。